匈牙利反移民政党赢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席位。印尼酒精中毒事件蔓延，接近50个人在4月份死亡。中非反叛武装同联合国维和部队冲突，几十人在首都班基穆斯林社区受伤。日本岛根县大田市附近地底 6.1 级大地震，5个人受到轻伤。加拿大红堡野马社区举行烛光晚会，悼念青少年冰球队车祸中逝世的14个人。